弟弟看到了一只黑冠马鹿，你要去抓它干嘛？你看就好了啦。你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，你没看到它有一个铁链，它就是不希望你过去，用看的就好了。黑冠马鹿用看的，不对不对，这个是夜鹭，弟弟，这是夜鹭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夜鹭。啊？不要泼它，你泼它干嘛？你那么调皮干嘛？你看就好了，你看。夜鹭很神奇，很少见的，你可以这么近的看它。你看，哇，它在看鱼，它很想吃鱼，但是呢，鱼都太大条了。你就吃啊，啊？是比较小条的。弟弟，哎呦，它要走了，它要走了，它可能要动身要去抓鱼了。你看，对，有吗？有吗？有要抓鱼的吗？好像要动身了，弟弟。夜鹭吃鱼秀，没有，他就只是看鱼而已，弟弟，他看鱼而已，他没有要吃，又多了一个小弟弟，啊？